蟹粉虾仁面好了，谢谢，来，请慢用。谢谢啊，这个呢是这样吃的，我帮你拌一下啊。 其实比赛之前我就想带你过来吃的，我尝尝，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好吃吧，好吃多吃点。你也吃。嗯。小白。嗯。那个。 下次再当众告白的时候，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呗。我刚刚在台上哭成那样，丑死了，我妆都花了。下次我一定注意。还真有下次啊？我跟你开玩笑的。还行。啊？ 你千万不要现在跟我求婚啊！天哪，我换了一件衣服，随便就出来了。我出了场馆，连澡都没有洗呢。你千万不要这个时候求婚啊！千万不要！韩商言向我求婚了。求婚？嗯。 可是我一时没有准备好，我就拒绝他了。他会不会？不行，比赛完就冲动求婚是大忌，还是要准备充分一点再说。我，怎么了？我饿过头了，一碗不够吃，能不能再叫一碗？ 你不够吃啊！哎，老板，再来一碗三虾面，谢谢啊。好嘞，稍等啊。快吃吧。你也吃啊。嗯。